什么？今天这么矫情？发烧了？哼！我觉得你肯定特别喜欢我。要不然，你不会拿着这个每天都看着我。不要逃避，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。是不是因为今天不需要偷拍了，所以就没有必要牺牲色相了？我是不想因为报复一个人渣，而把自己也变成一个人渣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把你送进监狱。如果我今天没有发现这个摄像头，你是不是就会纵容我继续下去，拍下你所谓的证据，让我把我送进监狱？太可惜了，我还是没有那么卑鄙。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，说男女力量悬殊，男人可以很轻易的就控制住女人。真的吗？你可以试试。咱俩可以试一试，你就把我抓紧了，看我能不能挣脱出去。可以啊。那你可抓紧了。Thank you.